来看一则商业资讯，电子商务近年迅速崛起，带动物流业蓬勃发展。泰国快递领域佼佼者全境快递 Flash Express 去年底进军我国市场之后，半年内已经扩张到分设10个发货站点和100个服务中心。管理层拟定发展蓝图，预计在今年内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。我们公司其实有好几条价值观，包括客户第一、团队协作、激情、诚信，然后结果导向这些，但是里面最核心的价值观是客户第一。我们的分拨数量可能还会再扩张4-5个吧，然后网点的数量可能会达到300个。公司执行长狄伟杰指出，投入前线服务的人力所占比例达到75%，其余10%将分配到仓库管理，另外15%则负责行政业务。全境快递凭着优良的服务品质和应用创新技术，在泰国营运3年，已经发展成为独角兽企业。管理层希望进军大马市场之后，能为本地电商开拓顺应本土需求的高效率物流品质。